很像是手摇饮的味道哎。你讲手摇饮有点夸张了，所以说它不是手摇饮，它是波煮的那一种奶茶，波煮奶茶。你们的手摇饮是买多少钱？我是买那种一两百块，100多块的，我只是想炫富而已。我们的新品就是防弹咖啡跟防弹奶茶，这个一定会很惊艳，因为它真的是就是很像饮料的口感。哎，我这是奶茶你直接先闻味道。各位朋友，我们帮你们试喝，因为防弹咖啡呢，它被列为是生酮饮食的一种，工作比较忙，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减肥的需求，然后或者是代谢缓慢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减肥倒是其次，而是生酮饮食某种程度，它就是有点在帮你排空你的身体，就是让你的身体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可以赶快被代谢掉，然后你的人代谢只要起来的话呢，你的汗就流出来了。对，我现在很渴求。然后你的水呢就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体，然后身体会相对比较健康跟轻盈。哎，很香哎，这我可以哎。它其实就跟我们就是因为外面买那种奶茶粉，我跟你说，这大概就是没有到微糖，一点点糖。很香很香的奶茶味，我们里面还有添加那个就是莴苣纤维跟寡糖，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帮助肠胃道消化跟维护肠胃道健康的东西。对，到时候它喝起来它不会是让你一直就是肚子痛的那一种。不会不会不会，一般防弹它是使用中链脂肪酸，但中链其实又分为不同种。对，那我们只是选用可以分子最快的去吸收转换成能量，不会囤积，然后也不会造成肚子不舒服的。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加牛磺酸跟左旋肉碱，所以其实喝的虽然这两个是喝不出什么味道，对，那喝不出来，但是那个喝了就是会让你的精神是好的，你不会说哦吃饱了爱困，就是那种血糖上升的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我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成分，就是星星果油。没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好油，它的那个星星果油里面有很丰富的 Omega 3还有六啊九啊，对不对？就是这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可以去帮我们调整我们的体质。对，它其实就等于你喝进去的那个好的油是帮你就是在身体上面去帮你做一个好的消耗能量。但是如果你没有喝，你可能就是吃一般的那些什么炸鸡啊，或者是那种有很多东西，你那油在身体里面是堆积，它就不大会去燃烧，就变脂肪。其实它真的你在喝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其实你的口腔里头的喉咙其实是很滑顺的，你还是可以感觉到有油的成分在里面。对，就跟你去喝非常浓醇跟顶级的冰滴咖啡的概念是很像的，因为好的咖啡它在萃取的时候其实它会有富含很棒的油脂在里面。那我觉得它在做这两款真的是蛮令我吓到的，因为我当时在多年前尝试防弹的系列的时候，我是没办法入口。我们没有在乱说，因为真的就是好喝。对，这真的是好喝，就是跟一般的防弹咖啡比起来，这是新品推荐给大家，好不好？